博尔·艾德威在历史上没有太多关于博尔的父亲退休后，博尔继承艾德威家族的马车公司的记录。他将这公司的从运送货物转变成为私人运输服务。不过，他的成功并没有就此结束。随后，他再次将公司转型，从私人运输变成大众公共运输。从此后，艾德威运输公司迅速壮大，也成为了马尔科姆·米尔纳的眼中钉。